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我 Crazy Guy Wonderland 的 channel， 我是 Crazy Guy。 今天就想跟大家介绍在现时排名第一 2387mmR 这位玩家呢用的组合怎样可以打赢现在的 Meta， 因为呢我觉得呢他现在用的这对组合呢就其实不算是一些很常见的 Meta 的在 S21 里面，但他都可以呢打低一些在 S21 里面的一些 Meta 的组合，从而拿了这个榜一的地位的话，我觉得啊，大家可以参考下他的打法，因为他现在用的这队呢就是一队比较变异的独队啦。咁佢前排同埋中排都是一个基本的独队的 asset 嚟嘅。咁佢最尾换咗一只非最尾后排的野兽，系啦，咁咧都系嗰只基本啦 ，twin tail 加 fur ball 嘅非野兽啦。咁好啦，我哋事不宜遲啦，我哋睇下佢點樣可以用佢而家現時呢對組合去打贏一啲喺 S21 裏面嘅一啲 Meta 嘅組合啦。
好啊，大家睇完头先嗰几场 battle 之后咧，就发现呢位玩家咧已经开始咧识得用佢呢队嘅队伍咧去 counter 翻一啲现时嘅 meta 嘅组合，而呢个咧亦都系我觉得 S Infinity 好玩嘅地方，因为咧。在每一個 season 裏面都沒有壞任何一支隊伍可以一枝獨秀的，因為大家會在不斷去打這些 meta 組合裏面，大家會開始發掘一些怎樣去 counter 這些 meta 的組合的，最後會形成一些互相的 counter， 或者是、哦、可能在這段時間這個組合是比較 meta 的比較勁的，但可能一兩個禮拜之後就會已經有人可以找到這個對付這個 meta 組合隊伍的方法，大家就會不用說哦，只是用来用去都是那一两对组合，这个我觉得会令到 S Infinity 这个游戏呢就多了灵活性啦，还有好玩了很多的。好了，那我今天这条影片呢就暂时到此为止了，大家喜欢这条影片的就 like 回我的影片啦， share 啦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 打开你的小铃铛，我一出新片的时候呢你们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我的通知的啦。好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